观众朋友们，欢迎下午的两点钟收看《就是要赚钱未来事件部》，我是晶晶。我们看今天台股大盘的表现，台股在今天呢，这个开低走高的情况，最终是收小黑，下跌了12点哦。不过呢，我们专家跟大家预告的，如果今天利多开高之后，就要赶快跑哦。所以呢，看到了今天虽然没有这个开那么一刀，但是今天曾经一度大跌的情况哦。今天开高。算开高吗？昨天 PM 盘跳空开高，今天算平盘，然后这样子算开高。昨天 PM 盘跳空开高，好了 ，PM 盘跳空开高，算。但是长长的下影线之后该怎么看？对，然后个股的部分哦，老师的、好简单哦，都没有挑战性。老师的翼龙电还有晶圆电今天喷出了，怎么选股的？赶快请教我们的专家，华信证券投顾总经理谢文恩分析师。觉得好没有挑战性，你知道吗？我都觉得说我到底人生活在世上，我到底追求什么？可是大家都觉得很难做，就只有你这样这么淡定，这么轻松。没有。等一下再讲微胜好了。来，我们先讲期货的部分好了。好。那么很多人哈，他会针对我在节目当中所跟大家讲的绩效，会有一些所谓存疑嘛？因为可能不知道怎么算呢。因为他们等于说参加太多的一个所谓投顾老师。那我是觉得啦，如果我今天参加投顾老师哈，我可以接受他去夸大。可是绝对不能说谎。说谎。如果说你说你今天对，如果说你今天呢赚钱，然后你把它夸大，好，比如说你赚50点，你讲成7点，那是 OK 的。可是如果呢你赔50点，你说你赚1点，我就不能接受，不行，我就不能接受。好，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哈，九月份的话，我们总共的绩效是三千，我差点讲3万的靠腰，3264，那1.200块，我们赚了64，60万哦。那来到10月份，我说我只算到10月6号，因为来不及，时间太赶，因为最近才太乱了，我先赚270点。好，你说老师，你说真的还假的？我再给大家看一通口讯哦，来，我们一起来练一遍哦。今天早上9:06的时候呢，我说2458翼龙电期货呢，我们140.5到142.5获利选出，然后主力心态它是空。可是它是卖超，所以呢，我们台指期310到300，还有222/1/236做多，这个没成交，打叉叉，没成交嘛。今天最低的低点是来到255，结果呢，垂直往上拉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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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44几。那么正常而言的话，我是大赚140点呐，而且看到一个赚钱的符号这么样大，好。可是我这个人哈，我说我不说谎啊，我阴毛都没赚。干？为什么？我成本出掉了耶！我买这边，已经算买低了耶。对，他从等于说呢，昨天的收盘收461嘛，四六一，可是我 PM 盘卖最高，好，我等下再描述，等下先讲 AM 盘的部分好。然后我等于说我是买这边，他爆杀的时候我买，可是问题呢，我讲坦白的，我也是会害怕，因为那时候的话呢，我的尴尬点是说。这个会不会成交？因为它最低低点是255，我挂236嘛，但没来，这没来就打叉叉，这个成交，好，所以说阴毛都没赚，因为我不会说谎啊，阴毛都没赚，我可以骗你说呢，我赚了140点。好，先问大家一个逻辑哦，这个杀到300的时候，或杀到255的时候，你的软体是做多还放空？我问你啊，答不出来吧？你的软体如果在255的时候或300的时候突然变多，麻烦告诉我，我要去订，真的我要去订啦，我要去订啦。所有的软体在这个爆杀的过程当中，绝对都是空。然后昨天晚上因为台积电法说会的利多，全部多，全死，真的好爽。好，来继续哦。主力收走，叭叭叭，叭叭叭叭。好，为什么要用主力心态？好，因为我想要用主力心态。来，快速。又没电了，怎么那么容易没电呢？好，再来。有电的哈，然后呢，这个是你们要听吗？我跟你讲，10月6号就是你们不敢留仓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很多，从 PAM 盘哦，10月6号放假的那一天哦 ，AM 盘主力心态多，到 PM 盘爆杀的时候，我来做多还是赚钱？然后呢，每天跟大家预告 good for bull 主力心态多，然后做多又60点 ，combo for bull 每天都跟你预告做多，这样子利用急杀买进又赚90点。10月13号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在做多，结果我又赚了30点，等于说10月份呢，基本上它的操作难度很高。可是我们你要做到一个逻辑哦，你绝对不能给我重大伤。所谓的重大伤，就是昨天 PM 盘你去做多，今天早上急杀，你把你的多单停损掉，你这是标标准准的大阿呆。好，我慢慢描述喽。就来到上礼拜来就没问题。好，来，晶晶啊，上礼拜我听完了，来听这个礼拜喽。这礼拜一呢，从上个礼拜我的延续盘，好 ，PM 盘主力心态全部都是个标标准空，所以说我还是给大家建议哈，
你们拜托去下载我的软体，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。你不一定要拥有我的 call 讯，因为有时候谢老师变态做逆势单。礼拜一大盘主力心态空，我在我去做多，还好没成交，没成交，没成交。然后呢，礼拜一跟大家预告收盘小 A 区，等于说礼拜一的收盘是架构在主力心态空收盘小 A 区，全部都是标准的空方讯号。就空方讯号的验水过程当中，礼拜一的 PM 盘拉起来。结果礼拜一开盘，马上主力心态，它是个标标准准的空。结果呢，我去做逆势单，可是我做逆势单，我赚了36点。所以说这是为什么？我还是跟大家强调，很多人没有了。我很多会员跟我报告说，小时啊，你118个礼拜68785点，太少了，太少了，太少。他们一年的时间就达成了，就达成了20万资金变成1400万。我说你懂不？他说老师。不要盯盘，可是我会叫我家的狗看盘嘛。我家的狗告诉红色的时候，它跑来叫我；绿色的时候，它跑来叫我。那看到红色的时候，我就试价买进；看到绿色的时候，我就试价放空。那你呢？你是一个标准的死多头，你只会做多啊。看，这样讲也好像也对哈。他叫他家狗看盘，你哎、欸，你在讲谢老师不如狗是不是？他等于说啊，人家 PM 盘主力心态多啊，就跟着做多啊。结果 AM 盘我们当做最好预期嘛，你做多的时候希望能够涨5000点、500万点嘛。是。可是问题当心态空的时候，就把多单全部获利卖出，反手放空去。啊，谢老师啊，你就要去抢这个单啊，是没错，赚36点。可是抢完之后，拍谁哦？我 Telegram 都告诉你们哦、欸，而且昨天哦。昨天、哦、那个有一个同业，他打电话进来说：“小石啊，你昨天按赞的人超多的。”嗯，当然啦、啊，我们不能去跟那一些去买广告的比啦。好，我再举个例子好了。我举个例子，我等下再讲一个笑话给你听。好好，来继续哦，继续哦。然后预告收盘它是小于一个所谓的 AC， 结果继续爆杀，爆杀，爆杀。你看，从心态空中一路爆杀，好，一路爆杀。好，那我还是强调。手机版没有办法看到24小时的主力心态，所以说我建议啦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。哦，老师讲这个，老师你不是只有讲脏话而已。那至于说这句话它的真实意涵是什么，我真的也不知道，好，也不知道。你看到 PM 版主力心态还是标标准空，结果呢，拍谁了？前天的时候我放空。都没掉哈，你还那亏钱，那都没送，现在结果呢？主力心太空，前天也就是礼拜三的时候，礼拜三的时候反弹起来，我们放空，结果赚了100点，好、哦，赚了100点，还没完哦，还没完哦。结果呢，来到了礼拜三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如果开低，礼拜四就会走高，好、哦，不用再听昨天重播带了吧？可以吧？好，结果呢？昨天一开盘的时候，大盘主力心态总算从绿色变成红色，所以说呢，我们第一趟做多赚100点。放空的时候，也许我不会这么积极。可是当主力心态多的时候，我逮到的一个水机会，我就全力的一个水做。那我还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啦。如果说呢，你没有了，你就照主力心态去做的话，52个礼拜，我是没有正式统计过啦。118个礼拜太逊了，52个礼拜，你20万的资金要变成1700万，真的超级无敌简单的。好，重点我跟你讲逻辑哦，我都跟你讲逻辑。好，那从昨天的 AM 盘第一趟。到 AM 盘的第二趟，我那时候问金金敢不敢做多？哎、欸，金金，如果说你知道 PM 盘会涨，这你会做多？当然知道的话，对对对对对。啊，你看起来是三尊头，我做多，好，先赚50点，还没完，来给大家看精彩的，来。嗯、昨天哈，我在金金的节目当中哈，我说来，这是昨天哦，我说 If open high, run for hell， 意思要说赶快跑，赶快跑，好，来看清楚哦。1点04分的时候，哦，我告诉我的会员哦，这个价格做多，如果没有成交 ，PM 盘这个价格做多，我靠，中间差距都100多点来，结果呢，昨天杀尾盘，所以这个价格重，这个价格重，那重完的时候，我们要带你进，我们要带你出，就在2点54分，我请问各位，开盘了没？还没开盘，台积电法说会赚钱还没有？我说过了啦，我也不在乎台积电法说会啦。你除非你手中有台积电，就你满手的技嘉，满手的伟创，你没有资格跟我讲台积电利多还利空。我只要赚钱，我昨天跟大家报过，我要的是一个结果。你不要跟我讲过程，台积电干我屁事啊，干我屁事啊！我做多嘛，我做多，我知道台积电法说会利多，不然我昨天干嘛跟你讲说开高你要 run for hell？ 好，结果来看清楚哦，2点54分的时候，你看是不是？是哎，500逗点537出场。结果昨天最高的高点570啊，所以说这个穿价成交来给金金看哦，这是昨天 PM 盘的走势，
是，昨天 PE 满走势最高578啊，我挂537出，我又赚了85点，所以光昨天一天的时间，我就捞了230点。你们每一次看到大节庆，哎呦，接下来三天长假，哎呦，接下来台积电法说会，哎呦，接下来 FED 要讲话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们不敢出手，那是正常。好，那是正常，因为你们不是投顾老师。可是如果你的投顾老师每天 call 讯只会发那种干话，连最基本的接战的勇气都没有的话，那代表他的专业度不够。那我只能这边很耐心、很 nice 的告诉大家，你要带枪投靠。哦，好爽哦，晶晶啊，今天早上起来没有啦？主力跟我讲说哈，开高 run for hell 哦，他跟我讲说干不管 run for hell 赶快跑，啪一刀，真的夸张哦，纯杀、纯杀、纯爆杀、纯爆杀，爆杀的时候呢，我在 hell 的部分又把你拉起来了。只是我没有的，干好干哦，不然140点呢，放啊，没事，没事，继续解盘，继续盘。所以说哈，没有，没有，我都是完整呈现给你看哦。嗯嗯，你跟得上，你来找我。对对，你跟得上，你来找我。你说老师啊，哦老师啊，你挂310到300，然后又236，哎呦，你怎么挂那么大的 range 啊？你去找别人，我的 call 讯怎么 call， 我就给你看什么样的讯息。嗯。我不需要去跟你造假、说谎、欺骗，这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在按大家按赞呢？好，我们昨天按赞人数还蛮多的，然后蛮感谢所有的投资朋友，因为这样的老师呢，我是建议啦，你也可以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，然后请他们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哦。是，我再讲个笑话，你们要听清楚哦。前天的时候，因为现在呢有一家投顾它很大，我们也不要举例什么投顾，因为他们花了很多，因为他老板跟我很熟，他说干他妈的，哎，我一个月哈，光 YouTube 的广告，我们所有老师加起来哦，我们所有老师加起来要1000多万呢。他说干他妈的，哦，广告费砸这么多哦，还有更精彩，更精彩。好，然后呢，他们底下很多人说，谢老师，你底下为什么不开放留言？来，我举个例子，我先讲留言呢，来，结果呢，我问你哈，如果我假设我去买外面的电视的话，我花了100多万，然后我又买 YouTube 广告，我发400多万，所以我一个月花500多万。500多万，对，对，500多万，你认为我要做多少 break even？ 好，再教他英文 break even，break even 就是损益两平，至少要做到我算600万、700万，好，700万，700万，700万 okay。 但不肯做到啊。所以说呢，投顾老师他们最厉害的一方就是追股票。就追股票嘛，好，我举例子哦，笑话来了，笑话来了，他们下面有开放留言哦，结果他们那天哦，那个前天很多投顾老师看到威盛开高，威盛的时候，走高开高走高追，因为认为威盛会变系统第二，有可能，对，有可能变成系统第二，当下的判断，结果当天直接灌到跌停板，是，结果你知道吗？那个老师下面的留言突然爆大概100多个，全被骂。结果呢？事隔10分钟之后，100多人全部不见，我们都有截图哎，全部删掉啊，全部删掉啊，哦、全部被删掉了、啊，负面的全部删掉啊、哦。对，负面不是很多人标榜说呢，他目前而言的话，他是LINE人数最多的，麻烦你去看哦。反正啊，有人要买网军啊，可是我是觉得，妈，算了，我们不要挡人家财路，那是个人的行为，那是个人的行为啦，我不会做那无聊事情。我干嘛看他留言？他妈的，我跟你比准的。我没有时间去跟你们网军那边斗来斗去，我吃饱太闲了。好，来继续按赞哦。好，相信我。你按赞的话呢，你的人生就会健康美好，你那个劈腿的老公也会回来，也会回心转意哦。哦，你还搞不好会中威力彩的头奖，要按赞哦，要按赞哦。加持哦，老师加持。老师按赞，你别给我东西，我会给你东西。来，我先解大盘哦。好。今天拉尾盘哈，拉尾盘哈 ，looking good， 哈 ，break even 叫做水一两瓶 ，looking good， 哦 ，looking good， 耶，靠腰，那不是我讲的，是所有投顾老师在讲的，不是我讲。哦，今天广达下影线，尾上下影线，我要拍。可是老师是问号呢，你是问号？没有，我是说投顾老师，我跟你讲，今天市场上99%的投顾老师啊，这好听，拍。OK， 投顾老师他们是句号啊，你是问号。来，我送你一个东西哦。好 ，My ace。这边空头主力套 ，Good for bear。来，上个礼拜我们全力做多的时候，每次 Tumble for bull， 好 ，Good for bull。好，今天是空头主力套。那空主力什么意思呢？我举例好了，我举例，开始按赞哦。如果礼拜一天开高，你买看呐、啊。来，我再举例，我刚刚本来要播重播带，可是我发现我时间实在太短了。我昨天如果我没有跟你讲
晶圆店吉拉，你敢去追的，你一定会付出惨痛代价。我头剁下给你当一起做，因为我头发都剪好了。有、哦，昨天解大盘的时候、哦，昨天我说 run for hell， 我说晶圆店如果吉拉，你绝对不能买，嗯、买呀、啊、买呀、啊、买呀、啊，现买现套，那你跟威盛不是一模一样吗？可怜，好、哦，不要追哦。不要追 哦, 要追哦，老师决定哦，对 对, 對 我知道，老师都有开低的，开低不知道，开低让主席先，真的啦，真的啦，真的啦，就像昨天我跟你讲 ，run for hell， 好、哦，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所谓概念跟 concept， 好、哦，老师什么叫 run for hell？ 随便不知道就好，好，过对空头是好事哦，对，空头好事，空头主力套，我讲的很慢哦，好，来继续哦，继续、哦，所以说按赞，关要按赞就按不完了，来，我请问各位哈、哦，来到哎、欸、波波，我们先跳到那个广达的标，广达，我问你哈、哦，我问你哈、哦。我广达这个等待这两个字我拿掉吗？没有。啊，你们在急什么？哦、oh. ，没有，我还是老话一句哈，你们到底在急什么？十、月十一号的时候，我跟你预告麻烦，结果从此之后，我只告诉你等待、嗯。你们在急什么、啊？你们是他吗？我跟你讲哈、哦，猫不择食啊，什么猫不择食？猫会吃老鼠，它不会吃蟑螂。嗯、真的，猫什么都吃，猫是杂食的嘛，嗯、而且猫要攻击那个比如像蚕呐、啊，它要吃蚕的时候，它也是用爬这样攻击，就是然后瞬间加速，跟豹一模一样，然后叼着之后马上走，它不会停，它不是说把蚕叼着之后，然后在原地吃，不是叼着就赶快跑，连猫都不择食，你们有这么饿吗？你们有这么饿吗？我举例啊，最近带枪投靠的哈，有很多投顾老师啦。伟创啦，技嘉啦，威盛啦，每天加码，每天加码，每天加码。为什么？那你们不是又把当时200多块钱航运类股让你赔了一栋房子的事情重新再重复一遍吗？嗯，你们股票你们不要买最低低点啦，我是主力，我都跟讲说我买最低，可是我他妈的没盖牌啦。这礼拜我只跟你讲2449晶圆店2458翼龙店怎样、嗯、我就是屌，谁是主力谁是主力，还不按赞哦，还不按赞哦，好，来来不再下一个标，再下一个标，我们哎那个广达的那个多空防守价，对，再下一个，来来来再一遍哦，我先解完了，先解完了、嗯、广达他要先收上空方防守、嗯、收上空方防守的一个所谓 condition 呢，辉达要收上空方防守，不过呢，来今天我跟你讲个笑话哦，好哦，如果辉达收上空方防守导致 AI 股票跳空开高就会走低玩死你们、哦、玩死你们跳空开高会走低，对，因为大家要出了是吗你不用管，我们礼拜就知道，我没有，我今天帮你做好最好预期哦，如果辉达收上这一个价格 AI 股票跳空开高又走低，解完解完、哦、这样子值不值得你们按赞，没有没有，赶快按。哎，没有 老师啊，哎，你昨天解得很准。哎，对，哎，你昨天没按赞的，今天记得帮我按赞。好，把我节目分享给你亲朋好友。你要是这样，这种咖，咖是一件非，咖是一个很难听的字。可是你要是这样的老师，好，不，你如果说你说老师啊，我就选投顾老师，人家投顾老师都每天买最低卖最高，我告诉你啦。狗看到食物，狗看到食物也摇尾巴，好不好？狗看到食物的时候，他会认为说，哦，我是主人。哦，主人说不能吃就不吃吗？不会，我家狗一样啊，金鸡取金，金鸡拿狗饲料给我家狗吃，我家狗也吃，把它当主人啊。别笨了啦，你们第一天参加投顾哦。这是当时的绩效哈，我们800万哈、哦，来800万之后的话，来来来，再一遍，再一遍，再一遍哦。基本上哈、哦，261全出。其实我的做法呢，其实都大同小异啊。当我逮到机会之后，我不会随便放手、欸、我就跟鳄鱼一模一样。我是鳄鱼加秃鹰的总成，鳄鱼他把所有该吃的肉全部吃完之后，骨头吐出来，秃鹰连骨头上面的肉他都不放过，对，肉渣。我问你哦，我们从217好213之前230就算的啦，好，刚好拉高结算，好，从217开始买，好，广达期货217买，217还教大家怎么样去计算它的一个保证金。217买完之后跟你预告贝尔基基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在224还在买，217买，224买，224买完之后呢，来到了224买，好，这还是224空讯，224买完之后呢，来到236我还在买，嗯，一档2382广达。
我从217、224、231到236我买，嗯，所以说三倍是侮辱我的会员，我只算两个礼拜的部分我就大赚三倍。然后呢，后来跟大家提示10月5号的那一天，我说广达接下来的空方好像都在257，我做股票我完全没盖牌哦，而且我连多空防守价也跟大家做预测，不过我今天会盖一只，因为这只我觉得说蛮可爱的，等下再说好，等下再说啊，反正不盖你没赚翻的，然后跟你预告 trouble 都没问题哦。那既然广达它有 trouble， 我们需要把钱放在广达吗？不要吧，你要做有效的业水运用啊，不是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买买买买买买，好，然后我去买到2388的业水威盛，好，威盛利用急杀买，你看到我是利用急涨买，是啊，你是威盛利用急涨追啊，追完之后你老是在删留言，哈哈哈哈，我这好好笑哦。Colin， 然后威盛我们也赚了一倍哈，然后一二四卖一二买回来，然后呢我们总共赚了一倍，好，还没完哦，来这一半哈，除了威盛之外，我有历史的这一张，我说我要从这里面挑股票，嗯哼，我2000多档台北股市，我把。narrow down 237国巨24972586638823545敦泰啊，敦泰我太久没看了，太久没看，我真的没看好，来12345五只，我挑五只给你，老师我选到茂达啊，因为你没有扣去，你看做生意一笑，你因为你没有我扣去，我没有选茂达，好，看清楚哦，慢慢来哦，慢慢来哦，来、啊、来先做一龙店，来一龙店的保证金是37800块，还算便宜啦，还算便宜啦，所以说我们做一龙店，一龙店先赚两只的一个所谓涨停板。那做一龙店之后呢，在前天的节目当中是昨天我10月19号忘了，然后呢我说不能放空，我说你要去做这只，好，这只呢如果我在 Telegram 我没有跟你亮牌这样遮起来的话，我头剁下来，拉第一段的时候我就在 Telegram 直接亮牌，我不像一般投顾老师涨上来的时候我突然有义隆店跟金源店，我先预告在前面，我也不像一般投顾老师每天就跟你讲说伟创会喷智源会喷，每天反正投顾老师拆成两块嘛，一个每天看图说故事，一个就是死凹他手中错误的业水部位，那我有没有事先预告？按赞哦，好，结果呢？金源店我们买完之后，哎，这个是金源店嘛？金源店，我们活生生赚了五只涨停板，这10月19号，昨天嘛？昨天，来，今天20，对，你看上去下来，啊，你威盛买在这边暴跌跌停，老师，你为什么买金源店？金源店为什么被变成威盛第二？哎，问得好哦。问得非常非常好哦，好，我在讲威盛的部分哦，我之前买威盛的时候，我先铺梗一个月，举例来知道哈，我说呢，因为美国会对中国制裁，对，威盛在中国拥有很多的 IP， 好，结果呢，量能涨停，好，我现在给你手中有威盛的一个警告，按赞哦，好，我讲的每一件事情一定都会发生。真的，美国会针对台湾的 IP 公司限制他们不能协助中国开发，完蛋了，那惨了，死了。我讲完哦，不要到最后你输光光的时候，你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好，老师，你讲这会发生吗？我不知道，所以不要碰，看不懂不要碰。看不懂不要放，好，来，所以说呢，金源店我们活生生赚了五只涨停板，来，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东西哦，请看清楚哦，我们的软体哈、哦，因为今天早上我有很多会员说，小时再加嘛，再加，再买，加嘛，我说基本上哈、哦，没错，主力现在多，对，可是他呢，我们软体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他连空头的防守价在哪，他都写。哦，很久没讲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手机版在正下方，哎、欸，我们软体是全宇宙第一个给你主力青睐。可以多少价？他的预告威盛的空方防守，哎，不是威盛啊，24有金源店落在86.82，哦，86.82，所以这是白痴啦！今天你们去追金源店，你没感觉到你好像追前天的威盛一模一样、欸、昨天叫你买，而且我 Telegram 我都有贴，完全没盖牌，你不买，而昨天跟你讲义隆店，同样图卡啊，我盖吗？你老是在这遮起来，你也不会展开遮起来。拍谁了？今天到12.5了，今天到12.5了，赚4.5而已，不多，赚4.5而已。4.5要怎么描述呢？
这个礼拜第一次的一龙店赚了两只涨停，第二次一龙店赚了两只涨停，所以说一龙店我赚了四只涨停，然后今天赚了五只涨停，我现在赚了一倍。噔噔噔噔，来，这个是再看一遍哦，这金源店的哦，再看一遍哦，这伟创的哦，再看一遍哦，伟创空好价落在95.13哦，我都讲清楚了哦，按赞按赞按赞，广达该给你看的哦，广达给你看哦，广达给你看哦。所以许晶晶还没问我一件事情，你们真的很笨哎，你们伟创哦91块钱去买都赚钱哎，对，你们怎么没有谢谢我？因为老师那时候说关键价就91块啊，对啊，啊啊，那你怎么没买？你不敢买，他看没得跌，他往下跌。你看啊，就差差在这里，一个是主力在做多，一个主力在放空，主做多放空，做多放空，而且哈，我觉得他们放空都有一个技巧，你知道吗？他这一段哈，他先跟他盘，盘的过程当中很多散户进来，就是对对对，然后他一路空。一路空，然后一路爆杀，一路爆杀，好，多方角不要破，要收上，收上空方保守，多方角来，我自己看不到，86.67，对，86.67不要破，不要破，一破又要杀一段，好，不一破，一破又要杀一段，好，来哦，金源店五只嘛，来看清楚哦，这个是我们昨天跟大家预告，我们买翼龙店，不过这边哈，我再跟大家描述哦。股票跟期货，因为这边的话，我有些会员 confuse， 我顺便解释一下，好。可是我建议啦，因为那个威盛输了2100万的，你也不要来找我了。我给你一个建议啦，如果你要玩这么大的话呢，你一定要设定准。嗯，那我在期货的部分我会做比较短。好，我先举个例子，举个例子好了。我昨天哈，我有去买长荣期货，因为我想说，如果台积电法说会不好的话，因为10点钟我还不知道嘛。好，我还不知道，还没有人通知我啦。那如果台积电法说不好，主力会去救长荣。我买长期货，我买长期货，而且你看我听的设好哦，听的设好哦。结果今天我出场，做好短，开始赚1000块钱。但是为什么台积电法说不好会救长荣？因为主力做手的话，就等政府基金的话，他钱要在地方塞嘛。又不能塞金融股啊，金融股暴跌啊。你懂意思啊？他要塞长荣，他要轮来轮去。哦，按照台积电法说会好的话，他就会提款长荣。所以说今天长荣我出掉。我输掉，好，我赚了1000块，赚1000块也是赚钱。我跟你讲啦，股期很可爱的地方在哪？它成本才50块钱而已。好了，1000块钱扣掉50块，我赚950块，好不好？又按一下，没有，我长荣只赚5毛钱而已。我干，我不是每周大赚呐，我没有每周大赚呐，可是我一龙店要大赚，好爽啊！好，还没讲完哈。股票的部分的话，我再举例哦。我们在股期的部分，我们金源店也出掉了。可是问题呢，在股票部分我们没有出。因为股票的话，我要等它跌破多少，就是有点我有点败类了，我不会卖最高了。可是问题呢，我要等状况出现，因为我怕变标股啊。可是在股期的部分的话，我一龙店也出掉了。我今天看到一龙店出掉嘛，一龙店出掉了，142.5，刚好今天收盘全出，对，全出嘛。对啊，全出的话呢，金金啊，我昨天买到今天142.5出，很厉害。我把手我出142好了，我出142好了，我赚4块钱。是，那我一次两张，所以说4×2张，我赚8000。那我的保证金37800元，我又赚了2只涨停板。再变哦，没有人哈，只有那种没有成本的老师才会讲所有事情。不然我跟你演说，我今天期货赚140点啊，我做不到。那我可以给你，我也不要给你看，我也不需要给你看长荣扣讯啊。对啊，我做不到啊，有做就有做嘛，啊，刚好赚1000块钱，这是全胜的命意。你看不对，你就跑就对了。好，来再一遍哦。所以按赞，没有老师为什么按赞？第一个我解完大盘了，第二个我解完伟创了，第三个我解完广达了。按赞，相信我，你的婚姻会美好。你的还有翼龙店，对，没有，我没解翼龙店。我多空方有价，只有全出对，多空方有价，没有，可是股票没出，好，因为还没出那个讯号。我今天哦还去买一档股票。我等于说呢，我把翼龙店的资金调节之后，我去买一档股票。它是 AI， 听到 AI 大家要干的哦，要骂的哦。可是它是生物科技，对，生物科技 AI。而且第二季 EPS 成长2倍，像个你们应该也没兴趣啦。但政府要投钱去开发啦。老师，你先处理我的，你计较，你先处理我的伪装，我没有时间管你 AI。没有，可是生物科技 AI 政府目前要投钱进去了啦。对，对啊。
很多东西都假议题啦。你看，你看，我举个例子好了，你们在军工股有没有死人惨？好了，蛮惨的啦，蛮惨的啦，没有啦，还是老话一句哈，你认同我的操作？好了，没有啦，我在跟你，哎，我接牌的股票，翼龙电都能涨，金源电都能涨，我盖牌搞不好更喷呢。所以这次是谁？对对，我搞盖牌就会喷啊，盖牌就会喷啊，盖牌就会喷啊。那没有啦，没有啦，这个时候我还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啦。先去下载我软体，第一时间拥有主力的夜随心态，你就可以做到非常精准预测。先看有大盘，然后呢，基本上你手中有 AI 的，麻烦拜托，波波最后一个标哈，那个拜托，没有收上空方保守价之前，千万不要躁动。第三件事情，记得按赞。第一件事情，少了百万健身本，还有400多万的 YouTube 广告费用，给大家非常大的优惠，只要360。我们电话号码02-2392-3988，永远相信事前预告才是真的，我最屌。好了，下个礼拜一下午的2点，请您持续锁定未来时间。My ace， 哇，这很嚣张哎，是贝尔，今天拉下影线，好，谢谢收看，下礼拜见，拜拜。